下雨了，这几天下了一天了，现在下雨。这我大宝今天下午还要上那个托管课，这我的车放在淘溪没提上来。就我妈的车今天早上，她说可能不知道是哪里烧了，她说在冒火了，现在没车下去了。现在我陪着我宝，我们两个一起走着去，就先把她送到学校，然后我再过去骑我的小毛驴。下雨一点都不方便，这路上本来还说有车的话可以蹭一个下去，这现在下雨，人家都没人出门，这还没车蹭。那还不如那个，那你的车先把我送到学校，先把我送到学校，然后呢你再骑你的车去呗。我要经过你的学校才能骑我的车，知道吧？还戴着我的头盔。爸爸也不送我们，就是在你的附近过。爸爸不送我们是吧？对。你靠爸爸送的，你今天学都不要上了。你可以。你巴不得哈。现在我们这边每个星期的礼拜天下午，然后有四节课，这个是我们自己自愿的，你自愿想让学生去就去，如果你不自愿的话你可以不去报。像我这个我今天给他报上了。就我们俩出来的时候，我小的那个在那里杀猪一样的在那哭，他也要跟着来。这来了我们俩是走路的，这走一半他就不走了，就让我报，这还得了？我要一直走到街上去都会把我累死。这下雨带着他又不方便。错了，我们俩应该去把你的自行车骑上，我带着你哈。恐怕你的技术有点嫌弃我是吗？嫌弃我技术不行是吗？对呀。不笑死了家伙啊，怕我技术不行把他带沟里去。确实我技术还没你好，我不会骑自行车。但是你为啥会骑摩托车呢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反正我把摩托车学会了，我自行车没学会。这搞笑吗？妈妈，学校咋还没到啊？很快就到了。你现在觉得感觉这个路很遥远是不是？对吗？对啊。那以前那姑姑跟爸爸他们小时候都是走路上学的，现在你上学的时候天天都有人接有人送哈，不觉得对吧？不是，没想到我还有一天会走路去。你没想到一天你们也会走路去啊？这以后这样的日子可能多着嘞。现在天暖和了，你就自己去走哎。乒乓球上不了了，我猜。乒乓球上面可能室内上啊，室外上不了，室内上啊。下好大的雨哦。这油菜花都开了。现在去了，累死了是吧？一路上在叫累。好了，去了，拜拜。放学我来接你。刚刚下来的时候，在路上碰到了凯哥的车下来了，我少走了半个小时。现在过去骑我的小毛驴，放了两天了在街上。看把我小毛驴在这放的凄惨的就这样，全是一层灰上面。这终于到家了，你看这戴着头盔，你看这个水都进去了，从后面流进去流的。都湿了，我这衣服都是潮的，这个雨衣啊，这雨大的雨衣都不怎么管用，那缝里面往里面钻，下的哦，一天了，哦，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下了，一直下到现在，这一阵大一阵小，一阵大一阵小就没停。你在吃什么呀？车子。你在吃车子？车子是什么东西？我说车厘子。哦，车厘子啊。你哥哥不是在哭吗？哭什么呀？我要你。你要我啊？我送哥哥去学校嘛。哥哥，我送我大宝去学校的时候，这家伙在家里跟杀猪一样的啊在那哭，现在就笑，这要脸吗？啊？要不要脸？嗯。甜吗？好吃。好甜啊？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在网上买了一点。哟，这么好吃啊？那个。那个糊要吐出来哈。吃点小鸡小熊，鸡小熊。吃什么？鸡小熊。吃小熊啊？啊！你看你的鼻涕，这么喜欢吃啊？到家里吃，家里吃，外面下雨，走。